快有卖我没？大门口在哪里？可以走了。激动啥呀？边角料都扣完了，是不是个边角料？还有三个桌位呀、啊！你好意思说三个桌位？我的妈，就这桌子，这裂搁哪呢？是不是在桌位上呢？这飘花也有裂吧？飘花哪里有裂？飘花是完整的。那就要是完整的多少钱？200。便宜点，我都说9.9了。9.9是吧？来来来，给你。真给呀？真给呀！不好意思要，太粗了那个，我是真不要。帮姐姐找一个飘花，她就要一抹飘花，灵动一点的飘绿花最好了。我看她就行，还没裂，那就5000呗。5000啊？你跟我开玩笑啊？5000？这哪里开玩笑啊？你就让我一个吗？这么多都卖完了，就剩这两个了。我给你开价18000。这飘花太少了，你别过万了，你就当货尾的价卖我一个嘛，要不然咋说捡漏呢？你再提一下预算，就这吧，再提不行了，再提粉丝姐姐就没钱了。粉丝姐姐给多少钱？6800。绝对不行。那再加200，7000。9800。差你200块钱呢。我差。你这大老板，你差吧？你吃的，你不挂6元的，比我差。真的差，最近生意不好啊，你要安排多几场过来播一播。那你要话这么说的话，咱现在就安排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多少钱？8800。8000吧，别8800了，大哥。我替姐谢谢你啊，感谢大哥。云想衣裳花小绒，一抹飘花足以惊艳。